可是他殊不知他们的刀很利，敲敲敲，他没敲几下，头整个满血就整个露出来了。哎呀，很可怕那个画面，因为我是现场在那边看，所以我被震惊到了。在上一次去镜像前，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就没有遇过，也不会有接触到，血是多到是会滴到地板上之类的。聊天室，表脑好棒。现在在影片开始前呢，大家请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哦。你如果在国外发生那种灵异事件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就我不会怎么办啊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国外也是有这种灵异事件的，有蛮多人是那种会什么灵体的体质，然后他就会去请他来，譬如说他会跟他说。哦，你最近家里就是也谁过世了，然后这个人在我旁边，他是可以跟去世的人来跟你讲说，哎，这个去世的人想要带给你什么 message 这样子，嗯，然后可能也是有驱魔的或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就我自己可能没有太清楚，因为我身边当然是有听啦，然后我自己很有钱的朋友，他们也通常会去请那些就是会通灵的人，然后跟他们问一些东西这样子。那你会相信吗？我觉得我是相信的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抱着宁可信其有的，觉得信仰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得在的，因为人就是要信仰，不管你相信你自己也好或什么，就才能有动力，或是才能不害怕。人的心理就很特别，嗯。要不然你有信仰吗？有。你有信仰？嗯，我最近开始都会跟人家去进香，就是如果进香，你是说老人那种进香吗？哎，往这边走，往这边走。对。好吗？也没有到小孩吗？不是，没有到那么夸张，就是我们会有。你要不要来进香去吗？他也要进去啊？不是你，你没有进香，你没有进香，你只有大熊。就是我们会有一整。你干嘛不想听我的笑话？没有，我不想听你笑话，这很严肃。哦，对不起。就我们会从中部、南部，然后再这样靠一圈回来的那一种。说是那种妈祖绕境那种的吗？也不算，但是我们是只会去大庙，因为我不太清楚他们怎么安排要去的庙宇，反正就是他们安排我们就去。上礼拜的时候有去进香，就有发生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因为刚好他们是想要办那种大型活动，然后就有几个亲戚，然后还有朋友们，他们是直接在庙里踢档那一种的，就是很可怕。然后踢档的时候会有拿那个狼牙棒啊，然后还有那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可能功夫什么有一个球，然后上面球就有很多刺的那一种，他们是完全是眼睛闭着，然后面无表情，因为通常你就算是拿针刺自己，你也会痛，或者不小心划到自己。你知道怎样的情况会拿针刺自己吗？我跟你讲，在阿根廷的时候，你被抢劫的时候，他不会拿刀，也不会拿枪，他就拿针，他说现在是抢劫。我有艾滋病，你不给我钱，我就刺自己再刺你，莫名其妙。不过给大家一个科普的小知识啊，就是你被刺，他自己再刺你，可能要刺好几千下还是怎样，你才会那个啦。也不是说他刺自己就那样，但大家听到会害怕嘛。通常是这种情况才有被针刺哎、欸，你好像都会偏题、欸，对不起。他们是真的面无表情，拿东西就是。拿那种很尖的刺刀片的那种狼牙棒，然后一直面无表情这样敲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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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敲。当场看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他敲的其实很轻，就很像这样啪啪啪，嗯，好像也没什么。可是他殊不知他们的刀很利，敲敲敲，他没敲几下，头整个满血就整个露出来了。哎呀，很可怕那个画面。因为我是现场在那边看，所以我被震惊到了。在上一次去镜像前，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，就没有遇过，也不会有接触到。血是多到是会滴到地板上之类的，就很可怕。为什么要这样啊？我听他们是说，主要是想要让神明开心，就有点像是作秀的那一种。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他们是这样跟我说。你是说神明？欸，我们这样讲这个会不会很 offended？ 我们现在这边跟神讲，就是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好吗？我们只是想分享给大家知道。对对对，我们只是想分享给大家知道，因为他可能也不太清楚，就跟大家闲聊，就是留言区有比较清楚的人，让我们懂一下这个小知识。你就说他都一直流血怎样？他们只要流血流了过头，太严重的那一种，旁边人就会帮忙阻止，说哦，好啊好啊好啊，让他们 key down 的那些人就知道说哦，这样就可以生命已经有开心了。什么？好奇怪哦。然后重点是他们讲完之后，因为
你人退嘎之后呢，你会全身无力，他就会全身这样哼起来，表演的对，很入神。他起来之后，我们就问他说：“你记得你刚刚发生什么事吗？”他完全不记得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 key down。你有朋友是？他是有那种，就是他是会被附身灵体，你可以找他问事情。我上次带我男朋友去问事情，我从来没有提过我男朋友家人的事情，他也可以知道说他妈妈是怎么样的人，他爸爸是怎么样的人，所以我就很相信说他真的是被那个神明。那时候在他身体里面，然后他是去睡觉不在的，真的很悬，我不知道怎么讲，我不知道我是在天桥下香港那个铜锣湾踢球上打过小人，就是你那个故事对我来说有点太神学了，不能说我不相信，就是我很难去连接或体会，因为你看失血过多，然后不用去医院吗？他没有到过多，好比你切菜切到手指头，然后一直滴，一直滴血，一直滴血，但是他滴到整个流下来那一种，他没有到刺伤那种失血过多。他们帮我打个标语在旁边，谢谢。他们打完之后不是退卡之后血还在滴嘛，他们就会用那个符咒喷米酒贴在上面，然后叫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是师傅在施法，这边就好了。什么？而且那时候最精彩的是我那个朋友，他第一次 Kika 就有拿一把香，我们就递给他，因为他那时候身体里面不是他，是神明，那神明太开心了，就把那把香是烧的哦，他嘴巴直接张开，香塞到嘴巴里面含住，然后在做 Kika 那种跳舞的姿势什么之类的，之后才敲头，这一集会被黄标吧。然后我听了已经就是涣散了，有没有，我就觉得说蛤，就你没有办法想象，我应该是没有办法，所以我就是开始在解他的打击。我一开始没有遇到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办法想象说，原来真的是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可是他身体会不好吧？但是他没有很常这样，而且不是每一次进香都这样。那这样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他们是说，他们刚好是有办一个大活动，每个宫庙里面我们都会有扛轿。然后有人在吹那个什么音乐啊等等哦，那个扛轿我知道，跟了去跟了去，哎有嘞有嘞有，对，我是不太理解啊，因为你说会有什么花车啊，我的花车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，因为我在纽奥良就是过世吗？不是，或者是在迈阿密，我在迈阿密的时候就会碰到那个 St. Patrick's Day， 就是大家要穿很多绿色的东西啊，爱尔兰人的一些节庆吧。反正呢，他们就有花车，然后他们花车都是会丢那个珠珠，叫做 beads。啊，给你的话呢，如果女生脖子上越多珠珠，表示呢他就掀胸部给你看的那个 flash， 我们叫 flash， 就 flash 胸部给你看的那个越多，你就会得到越多珠珠。我们的花车都长这样，你的花车跟我不太一样。我们花车是要边洒水，然后边洒米。因为我们在绕境的时候，我们都撒假发啊，或者什么礼物啊、糖果啊。你的花车会不会跟我花车差那么多？我们在讲同一件事情吗？我就没有看过那种花车没。啊，不然下次我就进香的时候，你要不要跟着来？啊，可是我看到那个我会很担心他的安危，我会哭哎。人家不是每一次都这样。晚上的标语，我觉得好可怕啊这一集。你不是有时候晚上会密我，哎、欸、妹你在干嘛？然后跟你讲说，哦，我在念经、静坐什么的。你知道我真的是去宫庙里面。然后就是这样静坐，我不知道国外可能是什么静修吗，什么之类的。反正我们静坐就是这样静静的，你不是睡着，你也听得到外面的声音，但是你的身体会不由自主这样晃。那是因为你的平衡感不好。不是，你是坐在地板上，真的是每一个。那是在地板上也会平衡感不好啊。没有，每一个人都这样。然后晃到一半之后，你会突然停，你眼前会突然有一个画面。摇了一阵子又停，然后我那种曾经有一次坐在地板上，就是这样静坐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我完全没有感觉时间过那么久。你可能是真的睡着了吧？没有啦，是你都听得到外面的声音，你完全听得到外面的声音。人家以为你睡着，但是你真的是听得到外面声音。你在跟我讲话，我也听得到。那我坐的打坐就是冥想啊，对对对，冥想就会让你就是更快的入睡、更放松之类的。哦，我没有。你们的意义是？我自己如果没有常去庙里念经或是静坐，我会没有办法呼吸，呼吸不顺畅。我那时候会身体很不舒服。那身体不好吧？对的，会身体很不舒服。你静坐应该就是调整呼吸，你在家静坐也是一样。不行，
不能在家静坐，磁场的问题。对，因为我真的有一次，我真想说啊，那我就没时间，我就在家静坐，因为我们家有神桌，所以其实没有差，在庙里静坐是很舒服的。然后就我那一次在家里静坐的时候，我就突然摇到一半，我是很有感觉，是从背哦，突然有一个东西穿背，然后穿到胸口，然后那真的，你是扮白眼，我怎么跟你开玩笑呢？真的啦。因为你在演动画是不是的、啊，它真的是那种真的很可怕，很明显感觉让你的心脏是这样揪一下，就是被打到那种很不舒服。然后我后来就，我现在扁你，因为很不舒服。后来就问我们亲戚，就是进香团一起的，然后他们说，因为家里的神明不够多，就确实是神明不够多，然后没有办法保护你之类的，因为。静坐是可以帮你排干净一些其他的东西，真的真的。我现在接受的资讯有点太多，我可能要上网找一些资料，或是看一下你们底下的留言到底是怎么样子，好不好？如果有跟我一样的，也可以在楼下打加一啊。如果是比较了解这一块、比较神学的部分的话，可以在下面对我做个解释，或给我看一些什么东西，让我更加的了解它。要不然我现在听的不是。他完全不相信我，你知道我刚刚在讲的时候，他给我翻一个这样的白眼，片时把我放大我的脸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也是可以当一集的啦。对，那、okay, 我们就是阿菜翻白眼看静香团，不能这样说。好 ，Anyway， 我现在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资讯太乱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个赞，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话，好不好？拜托拜托各位，订阅订起来，拜拜拜拜。你这根本就是真的太诡异啦！真的没有骗你。我不是有跟你讲过我之前有被跟到吗？嗯哼，就是有一个女生跟了我大概四五年这么久，然后她是那种先被人家上吊，就是吊死的那一种，她没有死掉，然后之后人家要把她杀死。哎、欸，大姐，你真的超靠北的，我在听啊，不是很多观众现在应该跟我一样啊。然后他就跟我跟太久，所以变成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是脖子那种气管那边，我又没有办法呼吸，然后我胸会闷，也是差不多四五年，我的背、肌腱两个地方、会一直看医生，中医、西医，然后复健什么我都没有用，就是一直痛，而且痛是那种刺痛那一种。结果我就去找宫里的姑姑，然后就说收筋，收筋之后你知道我的背。马上就好了，有料就对了，有料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之前还没有，我真的白眼快飙屁眼哦！你完全不相信我讲话，你以为我是那个神棍呢？不是哦，观众也很难不相信你是神棍吧？还是其实是我无知？不是，跟你讲认真的，真的很可怕，而且很厉害。